那起初警察觉得这应该不会太难，张明雄不是靳鹏爸爸亲自招来的吗？对他的底细肯定了解呀。哎，可是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。就是我老公在劳务市场那时候就是缺小工嘛，在劳务市场请这个小工，他说他是四川人，我老公就相信了，那时候又没身份证，就把他带过来。那个年代工地招人并没有像现在这么严格，靳鹏父母说他们只知道这个人叫张明雄，四川人。啊，没关系，知道名字和户籍找人应该也不难吧。可是让警察没想到的是，虽然靳鹏父母和张明雄相处了一年多，关系还不错，可是靳鹏父母啊，其实连张明雄这三个字到底怎么写也不能确定。这到底是张敏雄还是张明雄还是张敏雄？当时警察找了很多读音相似的人，可都不是要找的张明雄。张明雄仿佛像一个黑影挡在了警察的眼前，隔一层厚纱看着，感觉那块有个影子，但是不知道他是个啥的人。关于张明雄呢，所有的线索就只有一个读音类似张明雄的名字，还有一个不知道真假的四川户籍。啊，虽然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立马就成立了专案组，把四川籍民工张明雄列为头号嫌疑人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在那个年代呢，全国公安的这个人口户籍系统还没有联网，找人只能去当地呢挨个的翻查档案，茫茫人海，仅凭三个字的读音去找人，那难度就可想而知。而孩子父母这边呢，每天都在自责，觉得自己当初信错了人，多一天就多一份心痛。他们每天都会带着孩子的照片出门，沿着大街一路问一路喊，每当看到有跟自家孩子年龄相仿的小孩，总是会忍不住跑上前，可是全都会失望而归。娃丢的时候床上哭了几天几夜都没吃饭，你知道吧，那个难受劲儿。做父母的没有一天不记挂着孩子，孩子今天吃饭了吗？睡在哪里？冷不冷？哭没哭？这心仿佛都被掏空了。时间一年年过去，靳鹏和武琴的父母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西安，走遍了西安每一条街。转眼20年就这么过去了，却还是没有孩子的下落。期间呢，也有人劝孩子父母说，这么多年了，要不算了。可是这两个家庭不肯放弃，寻人启事、登报发帖的从未停止。其实不肯放弃的还不仅仅是这两对父母，他们身后还有一股更坚实的力量。这些年经办民警换了一代又一代，但是专案组始终没有撤销，持续不断的走访排查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就在2016年案发20年之后，事情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机。当时呢，有警察打听到西安某个建筑工地上呢，有个工友说他们村里就有个叫张明雄的人，这个人是警察要找的人吗？可是上天却似乎再次开了个玩笑。我们看见他是第一代身份证的时候，只有我们自己内行人才知道，这个人绝对不好找。当时一代身份证里头并没有这个人的照片，虽然名字是一样的，可是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警察要找的那个张明雄，没有照片无法辨认呢。结果这条线索就这么断了。可当时有人也想了，且不论这人是不是那个张明雄，就算真的是他，但毕竟都20年了，可能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张明雄还在不在呀？在哪里打工？还是又逃到哪里去了？真的还有可能会找到他呀？你要知道，这些年时代在发展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就是全国公安的人口户籍系统已经联网了，二代身份证正渐渐的普及了。就在2017年，通过系统检索，终于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。突破性的环节就在今年的5月份，2017年5月份，我们在网上搜索的时候，发现张明雄办了二代身份证。